主持人下个班有多麻烦。好累啊，终于下班。成人压力豆，撕不动了，回家吧。最近都住在酒店通了。你怎么不让我看你啊？又出来喝点呗。哎，我不卸妆吗？你这卸的妆也很好看，特别是在路上的。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大家都知道这酒店太大了，这不玩毛啊，很难了。多亏大雷霆超大碗的身体，冰淇淋丝滑质地，好吸收的不沾衣服，高纯 B5 保湿舒缓，它里面有一点点果酸，是那种温和的嫩芽肌肤。哎呀，你赶紧搞我一个。因为你的嫩毛这一小段有点堵。哎呀，没事，我也还在回邮件。